像躺着，感觉就是很熟练的样子。没有，主要是怕说那个纸杯会弄到他的脸，所以我们要稍微把它这样遮起来，这样。告别式，告别式，很适合你，很适合你啊。八招，早晚关，一只脚进棺材。好，国贤哥是花姐的下一棒，所以他躺在那地方，他等一下你就是抽出来，就不能倒。哎，你要把自己放上去。你自己放到他的肚子上面去，你自己放，自己放，感觉这么大一个，这不可能的，这要多硬啊！觉得不可能，要拉很快哦，要很快。花姐第一棒，越快越来，预备，跪着，跪着弄比较好，你要平呐，对，你要平，对对，急速，而且要快，要快，啊，好低，好低，好低。再失败啊！一个人有两次机会，花姐第二次机会来了。人家就把肚子撑平，弄硬啊，对，弄硬，弄硬，感觉一下，弄硬，弄硬，快！来，预备，一定过的啦，这样会过。来啊 ，One two， 会过。啊！而且还保全的国贤哥，刚才一桶没有吃下去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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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一点，来，差一点，会过会过哦。国贤哥请就位，来，国贤哥挑战啊，第一次挑战，你有没有什么战略？你要求小阿哥配怎么样配合你？配合，因为他感觉他的是呈一个圆形，我刚刚是平的。嗯，那没办法，圆形反正那个接触面积比较少。对啊，吃到一点点。他现在是同学，我觉得会过。好来，第一次挑战，预备，会过，快，很够，准，够够重，够够重，很有机会，快啊！为什么我要选空啊？没有技巧。一二。起不来，躺着不要想睡觉，要起来，要起来，还有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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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躺着不要动，来第二次，好，准备好了，国贤哥第二次机会，来，准备，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 ，One two， 二，有机会，三。下一位小哈哥请就位。来，小哈哥呢？他的对手是丰田。哎，丰田肚子很平，那不用担心，难度很低。哎，这关小哈，他很会抽，因为他很会抽这个。唯一缺点是他现在蹲不下去。小哈，你不要认真，丰田不会让你过的啦。第一次挑战，预备。来来来来，走走 ，Go。欢迎欢迎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关不动了啦！一、二、三，哇，哇塞，要动了！哇塞，要动了！哇塞，要动了！你下半身怎么动不起来？他的人会这样都没用，会不会只是运气？那他这样子要不要再一次看看他是真的实力吗？对，会不会是运气啊？过来再一次。好，不然就过来。没有用到，对，还有三张。而且我有一张卡，但是我跟大家讲，那张卡是他烂到爆，不要了。你们烂，你们下班还得玩？要下班那个卡超烂的，那烂卡，太烂了。那你卡要不要送给我们？你卡有没有送给你心仪的人？可以送吗？可以啊，送我吧，送给我吧。我觉得刚刚丰田表现得很好，好，送他。这种老招，这种老招，不乱送。好，所以我们先恭喜秀慧姐获得小哈哥托孤的那张卡，然后也恭喜小哈哥成功下班，恭喜全家。